财经名家新商名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家名头节目，我是毛瑞玉。在今朝的节目里向，我要继续给大家介绍知名沪剧表演艺术家、沪剧石牌艺术的创始人石小英老师。村长难怪小伙子们心不定。村长，侬也好做做主啊！我已经向区长反映过了。五婶，侬不是替爷爷医院设定大纲吗？是呀，医院的亲事倒已经设定了，后天就要去登记，还要请你村长小凤介绍信。好，可以。那么爷爷呢？哎呀，抱大铺马头车，年年年拖拖拉拉不回应。五婶啊，我看你还要从中出玻璃，早的天眼眼是病情，只要把这两个姑娘嫁过去，村里风气就端正。村长，这两头夫妻俩就能早日设定这门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上海戏剧界爆出了一条新闻：红极一时的沪剧名家，以少女少妇之称的石小英，改行以老年彩旦了。事体呢，还得从头讲起。1952年，上海沪剧团刚刚成立，要排演一出现代戏，叫《罗汉前》。听讲要排这个一出戏呀，石小英老师心里就了想：自家了戏里向可能是扮演啥个角色呢？如果根据年龄还有戏路，伊演小飞蛾呢是蛮合适的。但是伊没想到的是，领导上啊把这个戏中媒婆五婶这个一个角色呢分配给了石老师。当时石老师心里啊感觉到蛮委屈的，但是伊经过考虑深思熟虑以后，伊还是接受了这个一个角色。更何况罗汉前这只戏是要上北京去参加全国戏曲规模演出的，因此伊想方设法要演好媒婆五婶这个角色。我五婶没做过，但是我也30岁。喊我做五婶，我一定要做好伊。你老戏里向还有五婶的啦，我看这个看见过的。我总归我晓得五婶是配角，不是主角。我心里了想想，我要拿个这个配角当伊主角来做，不经意的呢。我心里想说，意想不到有两件大事。以前一到北京，就收了一张大红帖子，叫我做这个一次第一家规模演出这个大会浪向评委，评审委员了，叫我做。哎呦，我想我到那一道，我还话搞不来的，哪能做着？已经不我了。那么等到演好了以后发奖着呢，我还是一等奖。是个小娇们忙着乖啊，翻过了西藏到城啊，路上是个银人嘛，那小女一们啊，
马德清恩恩，那就是的家王家三个王子高大，秋末八分地地七人米烧人茶，养鸡养鸭养猪猡，四牛不在大公啊，屋里人口不多，只有公爹婆妈。公公主人走无期，哎，婆妈平常不想打，配得的门好亲事，上人上笑哈。好呀，不得子吧？眼眼爹，侬啥要紧？到了长老再打听。哦哟，眼眼娘，你放心，五生做事句句真。只要侬一进王家门，两亲家见面谈谈心，顺便四面偷眼看。包弄春心喜迎迎迎迎迎到达到达我来啊，平时进门马相邻，今日进门是相亲，隔壁把人来晓得，三三两两黑带人，新闻新闻真新闻，三西上女婿们，自家老老婆亲戚一家嘛，就不由王府给你送上门，爱人爱我最难受，上门相亲不好听。娘娘娘，不要管人家这十根，来来来，三人同进王家门，来呀！不要急，等一等，我倒有个好才人，请你顺水进去，我俩到娘家走一程，稍等一动一功夫，我随后再到王家门，这十日喊你一道回家去，其实是暗里上门是相亲。哎，这个大好，到底是哪女人家想得周到？走吧走吧，爷爷娘，谁先进来啊？啊，走吧走吧，回来个，谁来啊？哎，娘娘娘。喜在你眼面前，同我做美照诗人，就好到区政府里去登记办喜事，日节做得敬业。哎呀，亲家没停嘛，哪能就好办喜事呢？差不多的呀，今朝一讲嘛就成功的呀。哦，我上次讲的三讲，今朝讲的到底是哪里一讲？我。眼眼人才好，初心啥不在为主，聪明伶俐有门槛，我像那二十年的小飞鹅。红生啊，我们到里向去是无赖日了讲吧？哦，好的好的。那么我去的，没送啊，大嫂啊，蛮好的呀。人才到位识得过，就是名声不正路。假使臭名声打到你王家来，会不是骂个七块七杀路？三姨大姑娘身在外地呀，因为好话不在乎，只要
一到夫家来，上门感情就收收，好到不葬在荒地里，凤凰不出在乌鸦窟，有子好娘养好囡，娘不正经女儿一定不正路，但看他娘笑逼我，家倒是夫家，还是想着一个保安哥。偷几个牙毛本心话，今生今世难改过。哎呀，气死我了！真是个爱看人的。管教我，人是苦中骨头心，不打不骂不争论，只要结结实实打一顿，以后做人自然会改过。三条人生顶条秤，左条个木桶打条鼓，天生骨头也是钱。大头天旁难改过，哎呀，伤痛昨天打得你，关心我不必费啥大功夫，侬不心疼看小费我，顺便你抽起满春布，经不起木匠打家布，还不是独当一等鬼真龙。石小英老师因为了芦荟园里向成功的扮演了巧艺灵石两面三刀的美步五声，因此了北京全国戏曲规模演出当中拿到了演员一等奖，这个还标志了伊辣艺术道路上一个新的飞跃。之后石老师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不再新演大家关心花旦类似的一种角色，而是该行更多的去演了彩旦、老旦的那样子一个行当。从北京转来的呢，事实上呢，也好算改行了。我觉着呢，年轻廿几岁的人，觉着做得少了，总比较中年呀、老年呀，是改行了出来多点。那么侬现在哪能想法呢？我去得了啦，这个辰光改行。我到现在有点这个想法了。过了三十几岁的辰光，我不肯改行。我创新创造要创个小家，我现在好创小家吧？跑到台上去，人家承认我吧？还是不承认的啦？那么我因为一家唱老旦、老彩旦、老花旦，和中国样的装花篮呢，人家小小了啥啥嘛没啥，所以一个演员，我认为一个演员，到了一定的辰光。戏路要放得快一点，戏路放得快一点，对自家有好处，对事业也有好处。事业也是需要人，自家也需要戏场。老夫说，家家万万家家有，这家。门不有就把门，啥得进不去两头旁，爸爸总要把感情。七十高进不得了四眼，楼楼楼满岗青丝楼干亭。替啥你娘家不回府，打来你张家丫丫兵。今日高举老实话。这代家人不嫁人，这代家人不嫁人，
高他去，独让我立下三餐如饭上去吃，小人要靠侬独头，除脱侬独让少依靠，多少不能侬要答应。穷比贫，老老，我乃侬友好一比，比啥？比侬像一个白蛇。我老老比中国之重。侬看啊，那女婿官开地当，多少有体面，我哪能会得该得上的那个穷呀？来开我的台，正像我开包之郎多一个白蛇。侬问我来家同地。真想吃我的心血，独老的你我老老苦，在第一地他东宝是做人，都让我姥姥吃苦到尾巴，大理那妹妹是太伤心，他然后把厨房能活动，经不起刮风暴雨，七度大火一哭是拉伸，东宝妹妹都要照应。妹妹，我的妹妹把尾巴，提起妹妹我很伤心，你为我两个人两眼泪。问侬人的啥个心，你把我嫁出门脱出事，推出子日头早关门，上大小男不出嫁，生生今年生生人，提起把人好商量，提起妹妹不答应。老夫少女心不顾，我在第一比他亡故的老娘子，独让那姆妈也侬能宝贝，真我宝宝的，宝拉拉手里三破风刺起。那子里两样个人，落月里门子，月里下雨里那，谁把皮肤不门子的？十年月靠开子，冰空四不大，扎扎的都是痛在心，多老啊！去看没看，总要看了那亡故的娘亲你，家也爱弄的为子，都是你他用动的关系，还妈起出了一张病，有了毛病我看看。土三土四我是人，妈为侬气死他，今天你何必做好人？杜老，那妈的毛病我老从亲自好几回，当当妈妈一年两个病，也放到有一路的也坐得起家谁呢，无奈他不要不要妈用一命无虎少了身，
那马林西想你弄几日当姑娘家门，那穷人不晓得富人嘛，大男宫门就做大家人，里外照顾马三人，哪里功夫来插香哩？虽然马林西我未为走，挪回来一块三宝年旧金，已把我亲娘娘月恩。现在是清明七月半，十月做冬至娘亲，谁那拉个为我来做？我那拉个个为不应人。一块四宝。阿娘、啊，人生他计划吗？计划嘞。杜拉，侬吃个人参汤搿只碗，也是我爷搭侬陪嫁过来的。杜拉，看进我去看不明，家长面上看三分，主要为侬叠个一叠家长，一家人家家穷特。女儿种子压个心，提起家长，想打三皮就一包气，大郎越想越是人，想当初家上爹爹亲大人，家长不要太过分，我十四十八想用不完。侬为啥眼睛送上门？待侬张开眼睛看看清，台子他家等不平，箱子都用绳来捆，丢了那壁锅炉里受碰人。我是家上爹爹亲大人，家长不要太过分，老婆衣裳太衣多，手头零落不起运。插你过几插三头，四周都用两相棍，其中缺一条。大王走索月华八街的祥林军，被街坊邻居打我命。我是家上爹爹亲大人，难道富家为主人，问侬他一点活命恩本？我家有块高头地，年久来零七分，你为我吞吞吐吐不答应，我提起家长嫁不侬，提起家长不答应，等到我哥出高比气。石小英老师早年了表演上啊，最大的特点就是细腻、直朴、真切、动人。了转型之后，伊演戏啊，更是从人物出发。通过各种艺术手段，正确的刻画人物的思想、性格，特指感情。对一个时期，伊塑造的艺术形象更具艺术魅力。像了1959年沪剧大会议当中的蓝玉，石老师演的是勤劳善良又饱受屈辱的鲁莽的形象，活生生的展现给了观众，再一次让观众感受到了石老师深厚的艺术功力。我妈为求在眼，我的眼里早已流干泪，30年来受的苦，滴滴那是记在心，记在是不为我的大人不吧，去来一位东风人，大概你是不好是不马去，你做了你三生
风在把人难分。过去的事体好不要提了。不要提。我们在途中三十里，今天我要偷干净，想当初你的女将我去，可见起人人心的了心。那里头你三十呀，我生下了儿子在天真，你为了人去千金女。是风大雪把我赶出门，你母亲给我留下千家子，我生生他给我还我两里分。小刘不是不懂大字了吗？啥、啊？叶子丁都快要低，再叫我把银来打来分，可怜我才刚在地。大病无却走出门，迎风冒雪出国郎，就剩我落去油门，一生走过那世家的人，谁等你痛苦我告不定，想不到死亡又到可家我与这家与人。1957年，上演了舞剧《母亲》，是石小云老师了转型后第一次出演女主角。剧中石老师扮演的是一位因为义务电话党而被捕入狱的母亲，一位了监狱中不屈不挠、经受了种种考验的母亲。一位由普通劳动妇女转变为与敌人作斗争的革命的母亲。当年的出戏啊，连演80多场，场场爆满，观众被石老师所扮演的母亲深深感动。而母亲这一出戏也成为了石老师建国以后最重要的现代戏作品之一。何妨何妨，
问起我才发心，妈妈不顾问起会喜大，生无情况不能落到敌人手，相信要帮人，妈妈得真越来越急事，越近越来越急困，我们既然落到敌人手，妈妈现在正是靠你，你与我，我们家几日在月中做得真，在武吉鲁荡火中当中，石小英老师扮演的是傻奶奶，以侬人物强烈的爱憎情感啊，表现得真切细腻。伊为了新四军伤病员，辣辣伊屋里啊要多住几天的辰光，满脸带笑，亲切慈祥。而辣辣虎口交锋一场戏里向，面对敌人的枪口，痛扎中年救国军投降石口的辰光，伊自此的大义凛然，气壮山河。这个两场戏啊，看出了石小英老师的表演功力，特指一个风格。1963年，武吉鲁荡火中到北京演出，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侪出席观看了，并对石老师等艺术家的表演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家里是一个伤病员，眼看他捏得几牙难安眠，开窗困，只怕同志风儿愁，关了窗又闷得才敲马清音，有病之人哪能走得起，就老天总要照应的，我是大好衣裳为家走，在两个露宿大起床的啦，爸妈，我今朝好多了呀。哦，能够起床，真是再好阿姆啊！可是侬要当心啊。大妈，侬看啊，能够走了。
好，喏，好，哎呦呦，当心当心，坐下来吧，坐下来吧，指导员啊，侬太郎的伤口还在化脓啊，侬要当心啊。哎，大妈，走动走动好呀。哎呀，今朝个天真呀。啊，哎，大妈，来，我自家来。指导员啊，大妈等侬再来两根地龙酥，侬吃吃口地吧。哦，哈哈哈。哎，大妈，侬自家吃啊。侬吃吧，嘎嘎嘎。等俺大妈屋里，大妈没啥待好侬，我真正移不过来。哎，大妈，我等了此地啊，比等了自家屋里还要好哦。侬讲得好。真的，大妈。大妈，看侬啊。一有空就帮我们同志们缝缝补补，侬待我们真好啊！同志们待我们更好，那为了老百姓打日本鬼子流血流汗，我们不晓得哪个娘子待好哪代待你。大妈，这是我们应该做啊！大妈，来，我来吧。大妈，那大妈，嗯，我想想啥？我想回到部队里去了。啥？回部队啊？要回部队去了？是啊。哎，知道你呀、啊。为妻娘子美女，谁要你好好养身体？你是日面太上位好，走路偏东又偏西，正好回到部队里。不依我老太太买你，在此地好好讲不心料理。大妈。不是今朝走，明天去，就是要走，也要等伤口稍微好一点，稍微好一点，我也不依你。待等你太郎的伤口痊愈好，待等你身上的毛病治脱体，待等你。一日三餐就完饭，待等你身强力壮不是非，待等你面容大大，像中一男和女呀，和三一道河，红里翻白，白里翻红，有了那三分酒酿红颜色。时候我就能回到部队里，到那时候回去两日，哪能啊？要再杀你，哪个好嘞？哪个哇？老百姓早就。日本鬼子打上海，杀人放火接应掳掠是河浪，杀得四国是三代，鲜血满地淌，烧得一片是焦土，到处是荒凉，有良心的中国人，受一百年国家阿王，新四军东进江南来抗日。老百姓当然欢迎多敬仰，难道说只有抗日为了谁？你们统统是口到无妨，你们是忠义救国军，手里有刀也有枪，为啥就当一心抗日新四军，反而不去当东洋？西老太婆，侬懂的啥？
我问你，新四军与你什么仇？为什么狠毒心肠不轻放？日本人接你什么恩？为什么帮着鬼子来上当？你们是忠义救国军，忠在哪里？你在无法问你就的哪一国？不就中国如东洋，汉奸走狗马国的早就识透你们狗心肠。放起来！好。你有理对着百姓打米缸，没有理把我气到万个也无妨。新四军一定为大志来，你们的革命也我不丧。来了舞台上，石小英老师创造了凌晨交谁的十派艺术。在了舞台下头呢，伊对观众始终保持一腔真情，坚持送戏到群众当中去。天团地宝都留下了伊的足迹。伊曾经参加慰问团赴朝鲜前线，在了冰天雪地当中啊，为志愿军演出。伊为了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上劳动，参加了沪剧小戏《真上十三陵》的创作排演。石老师晚年啊，伊不顾自家年老体衰，多次到上海港煤炭装卸公司为职工做示范辅导。1987年，伊还参加了为了编撰《上海沪剧志》筹措资金联谊的《洛阳人马娘子》。后面，就请大家来欣赏石老师在这个戏当中的精彩表演。妈。这个男的啊，死怕是肚里走的，要骂疼我。我骂疼啥？要骂疼我爸爸你啥子心？七舅，是你？世上只有骂不骂的。听到个马蹄，我倒要去问问我的女婿。女婿是门中之娇客，客气哪能去问呢？我应该先问头目，你到底犯了啥个错，所以夜人要骂黑你？对，秀珍，刚才我讲的话是当真？当真？果然，果然，走！我听到好吧，这就马子不好，走！来，该穿的。想侬了做啥啦？你等两家头违章不准，要骂侬来到另外一边位讲一个余话来，我来试试看。做不来干点饭，饭不来干点浇头蛋炒饭，还是不来噻。女婿官啊，这个是我穷家母的穷教训。妈，这个得娘为侬啊。好吧，女婿官啊，侬来今天了，到里向去等一歇，让我问问侬，等一歇再拨侬回话。哎，好。啊、做为娘今朝特地到此，爷妈侬啊，想走上一条头，
老母下沉，那爹爹今年你把大家作为娘，守护家岗家中人，家里小人共不为敌，敌你呀今荣幸呀欢。在了今朝节目的最后啊，我要请大家一道来欣赏一段特别的节目。石小英老师得知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董志林老师表演的电视小品《难得一见》啊，这个是上海电视台在1984年春节晚会的珍贵资料。石老师在其中有一段歌颂改革开放之后新人新事新风尚的唱段，非常的好听。我呢，一道来欣赏这段珍贵的资料。亲家母啊，侬来啊，我等侬谈谈啊。请坐，请坐。嗯，您坐，您坐，亲家母。亲家母啊，侬收着吧。什么意思？亲家。上有女，头上流水。
出一新面貌，地里生在几只跳，农民收入步步高。女子结婚是大事，我是三月家才生新早，三千岁早点准备好，想不到。小三姑娘不肯恩哟，她说到八十年代新青年，势力跟生存同好，技术文明新家庭，幸福生活靠创造。我是高家姑娘，见过不不少，办婚事阿头安抚模样。小三她心灵美，俊武高，婚姻事不要爹娘把心操。哎呀，亲家你家女有方我托付，真的感谢心灵无法表。跟着你走好，到将来我与你一同乘风破浪飞去，登王山去青岛，欣赏了一段石老师演唱的歌颂新时代的珍贵资料以后，今朝的名家名的节目呢又到了尾声了。在下头一些节目里向，我也将继续来欣赏知名舞剧表演艺术家石小英老师得意的石牌艺术。观众朋友们，我们再见。石场瓦古瓦古阿呀里呀嘎年年三家屋，你个大嘎人命啊是在家没里久，归呀啊啊啊，本来那个丫头麻烦子啊路，你老夫妻是只有一个大样子，生得生来阿不拉过，一擦三擦个浪三擦子拉地拉土，人人叫伊石村丫头。今日里东阿俊来西阿瘦，共进军东东门里，你黑狗的啊，神机妙手真一计，怕我到金三娘家中心拼手，不是我叫娘把我们死花口，我今生是孤家女的，只要我打进门开看一看。
这心相连，像那太郎白切丝，头里面挑骨头，扎着银子捏着嘎，嘿嘿，孙悟空飞不出我，死来我割手里。